震了，地震了！台湾地区上午11:17发生有感地震，由于出估震度在4级以上，因此国家级警报首度启用。警报显示地震时间，也针对震度4级以上地区，包括宜兰、台北提出预警。而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，地震规模为5.8，宜兰震度6级，台北、花莲、桃园、新竹等地都是震度4级。